强哥和冯先生彻底闹翻了，怎么了？现在日本天龙会在追杀强哥，我想当务之急现在要马上找到强哥，送强哥离开上海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一两句话也和你说不清楚。冯先生那边我暂时先稳住，反正现在日本天龙会是非要强哥死不可。 我以为强哥会来找你，强哥没来找你吗？怎么了？他人在哪儿呢？强哥不会回公司，也不会回家，他不会惊动我妈。跟我走。 去哪儿啊？带他走。强哥，程程很担心你的。我那么辛苦在找你，这就是你要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吗？ 今天的事情，你都跟他说了吗？丁力，什么事情啊？你说话呀！我告诉你，我跟你爸爸彻底闹翻了，他当着我的面杀了我的朋友。 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强哥讲的是实话。强哥。 楼下守着，你回家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要在我跟你爸爸之间做出选择，必须选择。 为什么要这样？你和我爸爸都是我最亲的人，我想要一辈子都能照顾我爸爸，也想一辈子都和你在一起。为什么要选择呢？为什么要这么狠心呢？ 不是我狠，我也想好好的跟你在一起，但是我没办法，我没有选择。这些事情你都知道了，你一定要想清楚，文强。
在一起。你要去哪儿，我都跟你走。只有我们两个，好好在一起生活。我不再犹豫了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跟你一起去。以后就去买票，我们一起走。还有我们的订婚戒指，要去取。一定要去。